时阵，我只好老实甲你讲，我有小三，阿姆哥，阿姆哥啥？我感觉就爱你耶。凑在一起，我看难哦。你有想要客客串者无？来来来，客客。我那没客串了。来来来，那你客串你讲，我分配角色。我等我顾了伊耶，开玩笑。来来。变啥啦？我这边台顶是无脚本的哦，在人演的哦。在人演哦。我你客串。这段咱来演啥？咱来演社会新闻。哦哦。最近社会新闻真济，唔是油哈，唔是油哈，唔是油哦，是油。有人去掠狗的啦，好无？哦，菜龟啊。菜龟，哎，菜龟拢在公车顶头哇。那是公狗啦。对，我猜我猜，等伊手掠一只碰狗啊。够奇怪。抓猴吗？抓猴。你有看到？咱来演迄个，到底是小王还是小三？好无？哦，好啊，哦，来，这是阮的舞台顶边播一个，到底是小王还是小三？老公，带我去看月亮好不好？可是今天天空有云呢，不过这样更漂亮。哎，云中月圆不是更好看吗？是啊。中的伊，天星伴相随，一首情歌，我要送乎你。无论你伫倒位，海角天边，拢是代表我的心意。春风微微，花蕊送香味，一首情歌。真正足水的，啊！不过我知影你有足侪头路要做的，啊！你要写足侪、足侪、足侪小说，对不？是啊，唔单我写小说，最近我去导演，做导演演，我来导一出《铁丝玉玲珑》第八集。是哦，啊，听讲是碰过甲算过演的哦。系啊，啊！不过有演了。普通普通啊，所以你要多就听。啊，两个人就大牌。多啊，根本倒落去啊。吼。啊无，我转去吼，我替你炖鸡汤，好不？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好，啊你伫遮打打下。好。哈。水宝，乖。嗯。好，你先转去哈。我继续来写书。好。亲爱的。Baby。我好想。今天要带我去吃什么宵夜？你想吃什么呢？嗯，都可以啦。都可以哦。你说什么就什么啊。我们去吃生蚝。为什么要吃生蚝？龙虾。龙虾。亲爱的你，你还 OK 吗？今天月亮很漂亮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通常月圆之月就会有那个。干什么？看到这么多人会拍水吗？好了，那我们就去隐秘一点的地方。好啊，走。虽然世情多，没有叫你唱歌啦，别唱啦，你只是公公的剧情啦。
他们两个进入 motel 到底会掉入什么陷阱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Camera， 这个就罢了，吃了好多的生蚝，突然觉得哇，恁都啊胃经出来哦。啊，无啦，你经哦，阮都啊，阿恁。伊敢那毋是恁女朋友啊？伊敢恁女朋友，就是迄个交往足久的，敢那要结婚的迄个，毋是嘛？哇！啊，你带伊去迄间哦？哎呦！哇！哈！啊，无啦，伊毋是我。不，伊毋是我的女朋友，你莫误会啦。伊毋是你搞啥？伊拄才去替我做采访啊，你。伊是去内底替你做采访的哦。对。你甲我讲清楚哦，你讲你上爱我啊。今麦是啥物情形？小姐，小姐，我唔是你的女朋友。小姐，我讲你嘛，我跟你讲，你今日绝对对不起我，我不会插你啊。哦。我丢过来一个，等你啦。安娜，你感觉伊较好食，是恁女朋友较好食，唔是啊？老公，鸡汤炖好啊啦，来，你啉鸡汤吧。鸡汤。你是女朋友哦？系啊。你是要来采访伊个哦？伊是迄个铁丝玉莲花导演啦。我知，我知。伊讲碰过甲顺过演无好啦。嘿，我知啊。伊拄啊，我甲你讲哦。嘿，你拄好看一个穿红衫个有无？诶，敢那有呢。嘿，嘿，嘿，足水个，足少年个妹妹。一间迄个模特路有无？开房间个专门开房间。哎呀，开足久个啊！迄间因两个拄啊乌鸦出来呢。因两个乌鸦出来。啊，唔知讲你是咪要跟伊斗阵啊？我咧怀疑讲恁两个是毋是已经分手啊？啊，若无谁那伊会带别个查某落去开房间呢？水某，你敢等者？你敢有证据？我有证据，我亲目睭看到，恁两个拄仔位仔出来，伊阁叫伊爸爸。伊讲敢是真实？到了这时阵，我只有老实甲你讲，我有小三，阿姆哥啥？我根本就爱你的。不是啦，水某诶，鸡汤。风吹日头，灯光照影心。为啥人春风这冷淡？